一，阳宅门前有一间常年无人居住之空屋，住三年内有二人死亡。二，阳宅前方有池塘似文曲之形状，诸桃花。三，阳宅烹数小，而开太大的门，诸不聚财。四，阳宅大门左右二旁边不可再开两小门进进出，诸家人不和，大小互相欺凌。五，阳宅后面有物体探头，诸损母犯桃花偷人。六，阳宅大门门柱若弯曲变形，诸病痛不断。七，阳宅大对他宅仓库大门，诸风疾病灾。八，阳宅门内可以看到水龙头不及，诸漏财。九，阳宅大门有二扇，诸家人不和，财来财去。十，阳宅大门有破损，诸是非多病。十一，阳宅大门若歪斜，诸夫妻不和并败财多病。十二，阳宅大门和他宅大门对冲，诸有一家必衰败，气衰者败，气旺者无妨。十三，阳宅大门高而厅内低为宾妻主，主人丁虚绝。十四，阳宅门内可看到主住正面者不吉，诸出不孝之子。十五，阳宅门内神看外路者不吉，诸不聚财。十六，阳宅门上不宜有时钟，主脑筋退化，记性差。十七，阳宅大门两旁之密墙，不可大小不同，若左墙大主换妻，右墙大主损宅长。十八，阳宅大门前面不可造高大之牌楼，明宾妻主，诸官非火灾盗劫等凶事不断。十九，阳宅后面有小屋直冲而来，主损宅长老翁。二十，阳宅后面空陷如洋瓦，主损老翁。二十一，阳宅前方有二条路来成八字路者，主淫乱败祖产。二十二，阳宅前方有路或斜水，诸子女不思归。二十三，阳宅前方若太杂乱不清，诸犯小人心烦。二十四，阳宅前方若有高大建物阻挡，诸事业前程受阻，宅运也会逐渐退败。二十五，阳宅前方若有阔字神殿不及，诸家人易受鬼怪作虫，内心恐慌不安，亦有神经质之倾向。二十六，阳宅前方有石堆不及，诸家人易得呼吸道毛病。二十七，阳宅前方有结社方，不宜有大石挡路，诸宅中有妇女有心脏方面疾病。二十八，阳宅前方不宜有阴树，诸家人易得阴症和桃花。二十九，阳宅前方有枯树，诸宅运退败，病症不断。三十，阳宅前方有大树，而树心腐空，诸家人易有内脏方面之的疾病。八字算命，手相面相，婚姻爱情事业财运阴阳风水预测法事人生规划趋吉避凶等，欢迎结缘师父微信 99174401。